今天晚上的餐厅定位增加两个人 ，Chris 的 proposal 桌上我要看到。餐厅定位增加一个人 ，proposal 下星期三。proposal 是周三，餐厅是两个人。你最近怎么了？心不在焉，做什么事情丢三落四的？请问有找到我爸爸吗？王姐，王姐，请问你有看到我爸吗？还没有耶。爸，爸，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小心啦，回家了。为什么老师都要这样子？你不知道我这样会很担心吗？不要生气了，阿迪弹琴给你听。我要赶回公司了啦。爸爸的状况并不乐观哦，会逐渐忘记生活中的大小事，而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女儿，现在的我让你辛苦了，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情况会有多糟，谢谢你，也对不起。记得你小时候一哭或生气，只要我弹琴你就不哭了，不气了。不要生气了，把琴弹琴给你听。我怕以后我记不得这首曲子，弹不出来了，所以趁我现在还记得，我录了下来，在钢琴里。希望你听到我为你弹的这首歌，就像我永远活在你的心中。爸，我去弹琴给你听。